表哥，你先别走，韩美丽马上就到了。表哥，你等一会，韩美丽马上就到，你别让我为难呀。来了，表哥，你别走，我现在就去接她。你怎么才来呀？表哥都要走了。哪儿呢？表哥在哪儿？那边呢，离挺远的。行了，没你事了，你走吧。什么？没我事了？你什么意思呀？这点事儿我自己就能摆平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你自己能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表哥可老有钱了，你可别把这事办砸了。怎么，你这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吗？相信相信，你可千万得小心点，可别大意了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这不是高富帅吗？比那什么表哥可强多了。你就是美玲表哥？对，你就是韩美丽。你把张美玲的车和房子都买回来了？怎么，不像吗？骗人的吧，怎么看也不像有钱人呢。我看你啊，就是个骗子，老娘没时间搭理你。哎，帅哥，这是你的车呀？哎呀，这车又好，人又帅，现实版的高富帅呀。哎，帅哥，你是去城里吗？那是我呗。哎，表哥，你怎么弄的呀？表哥他怎么走了呢？我怎么知道那个小伙是表哥的司机啊？你以为呢？挺好的一件事，让你给办砸了。那怎么办嘛？这样吧，晚上表哥要来我哥家吃饭，到时候你过来，咱们想办法忽悠住表哥。行。我怎么还没来呀？不会不来了吧？老哥。哥来不来呀？来呀，不来我做这么多菜干嘛呀？哦，看得最远的地方，一滴一道曙光在肩膀，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。你他表哥还来不来呀？来，马上就来，你快点躲起来，别让他们看见。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，你能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。哎，表哥来了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表哥来了，来了，表哥。哎，表哥，我这么多菜干嘛呀？我又不是外人。不多，你都没有来我家吃个饭呢。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驻足到了梦乡。小
从来没有学过往受伤，还相信感情中有天空那样。我要再看起来，我来了，表哥，你那个好像跟你开玩笑的。表哥，你吃这个。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，你们看咱们表哥多阔太，长得一表人才的。你上午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不说我不像有钱人，是个骗子吗？哎呀表哥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？韩美丽，你不是在那酒吧上班吗？什么时候变白领了还大学毕业？美玲姐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你不许动！你凭什么当着你表哥的面说我在酒吧上班？你就是在酒吧上班啊，我说错了吗？那是以前，我早就没在酒吧干了。你还瞧不上我呢？你也没比我好哪儿去啊，一个二婚女人，开个公司也搞垮了，你瞧不上我在酒吧上班？你怎么说话的呢？我也没有嫌弃你在酒吧上班啊，我只是想让你把实际情况告诉我表哥，我想给我表哥找一个人品好的、知书达理的。一个实实在在的跟他做女朋友，那就对了。我就是那个知书达理、实实在在的女孩。你是不是你自己知道？我给我表哥介绍了一个从国外留学后回来创业的女孩，非常的优秀。张美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想和我唱对台戏？我给我表哥介绍女朋友挺正常的呀，怎么是和你唱对台戏呢？行，算你厉害，我没你能说。咱们走着瞧。气死我了！完了，我嫂子给他表哥介绍了个海归啊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走，咱俩去酒店找表哥去，先下手为强。行。表哥，等一下。你要去哪呀？鹏哥，我也和你去。我去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也想去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鹏哥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呀？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韩美丽没在夜场工作过，我嫂子记差了。我问我嫂子了，她说那个人和韩美丽长得像。对呀，鹏哥，我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工作呢？我可是正儿八经名牌大学毕业的。你真是大学毕业的？对呀，我还在私企做过高管呢。以后我们俩结婚了，你就把企业交给我，我帮你打理。我也能帮你打理。对，再把我公司像美联公司一样抢到你手里边，弄垮了。不能，怎么会呢？鹏哥，你知道吗？张美玲，美玲姐，美玲姐给你介绍那个女孩啊，我认识。你认识那个女孩？对啊，鹏哥，他是他家花钱送出去留学的，然后就留在外面打工了。对，在餐馆刷盘子呢。鹏哥，你还不相信我呀？我可都是为了你好托人打听的。就你？真的，鹏哥，人家为了你可是煞费苦心呢，你以后可得对人家好点。对呀，表哥，我也对你很好的。你不要忘了我。我去帮美玲筹建养鸡场，然后去美玲家吃饭，你俩去吗？去去。当然去了，我是你女朋友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哎，鹏哥，这车不是你那台啊，是美玲姐的。我那台他们开出去办事去了，走吧，上车吧。好嘞。你也别太为难小龙了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小龙他实在太过分了，随便找个女孩就来糊弄我表哥。拆穿韩美丽就行了，别怪罪小龙了。你过来看情况再说吧。
可身影从容的茫茫碌碌，一双手让这世温暖，爱你尽了总是不问候，一直到天下人心已经等着祷告的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门，听到真其实我还可以。鹏哥，吃完饭我和你一起回住的地方呗。我住过。有可曾来过。表哥，人家都是你女朋友了，当然得跟你走了。表哥，你先坐会儿，饭菜马上就好。哎，别做太多菜，给我吃就行。哎，好的。表哥，美玲特意给你做的家乡菜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我妹妹当然惦记我了，看给你累的，以后多关心关心美莲。我也要。你要什么呀？要现身了吧？现身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好了，韩美丽，你就别演了。美玲姐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你和小龙设计算计我表哥，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还用我说出来吗？你说谎，我没有骗鹏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要不要我给你老板打个电话，看看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别打。表哥，嫂子，这事和我没关系。